Hi, my name is. What the heck? 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Wan. 之前呢，我有开箱一个说两千。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Wan. 之前我有开箱一个。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Wan. 之前我有开箱一个就是2000元以下便宜的小小摄影补光灯的分享影片。那我最后说出来的结论就是，我觉得那一个美极品的这个品牌的灯，我觉得还不错。结果他们厂商就被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我要来 ，Hi, my name is Kai Wan. 之前呢，我有做一个开 ，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Wan. 之前呢，我有做一个开箱分享影片，说2000元以下的小小摄影灯，我最后做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品牌还不错，就是美极品。那我也非常推荐那一盏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一支影片啦。反正那一支影片被美极品这个厂商看到了，那他们说，其实我做的还不错，所以呢，今天他们寄给我了一个产品。想要让我来就是开箱，然后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只是我们的小小摄影棚。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反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然后实际使用看看到底好不好用这个小小摄影棚呢？OK， 所以这里有一个白色的 ，OK， 所以这里有一卷的白色的背景。OK， 所以这里有一卷白色的背景。OK， 所以这里有一个白色的背景，塑胶垫吗 ？OK， 所以这里有一个白色的背景。OK， 所以这里有一个白色背景的塑。OK， 所以这里有一个白色的背景塑胶布，那它是防水的，所以就是不会像正常的背景布或背景纸一样，如果碰到水啊，或者是你要拍一些咖啡饮品、饮料之类的，会有冰块啊，然后会有水珠打翻之类的，会影响你的背景颜色。那这一个东西是防水的，所以你就不会担心说哦。你脏掉啊，它颜色会改变，你就把它擦一擦、洗一洗，理论上就会变干净，并会跟纯白的一模一样。OK， 那下一个这个是 ，OK， 那这里有一整包 ，OK， 那这里有一整包的 ，OK， 然后这里有一整包的明信片，然后这里有一整包的漂亮明信片，然后这里有一整包的漂亮明信片。然后这里有一整包的漂亮明信片。你看 ，Magic P 呀 ，Photo Studio， 这里是配件包，看起来是灯吧？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看。